好下饭，但是限时八分钟吃五碗，这太难了，一般民众恐怕吃不消。大胃王来挑战，这是彰化控肉饭节大胃王争霸赛，总共有150人报名参加。他们爬着饭，啃着肉，喝水防噎着，不到两分钟，有人吃完了。你现在感觉怎么样？我觉得控肉饭超好吃的。耶，还可以再吃五碗吗？先休息一下。最快的记录是网红吃饭兄弟，1分48秒16，不到两分钟。第二名也出现了，2分8秒72，竟然是身材纤细窈窕的女网红小慧。小慧花了多久时间呢？2分12秒88，2分08秒。冠亚军有备而来，吃饭兄弟前一天就腾出肚子的空间。昨天晚上吃完晚餐之后，今天到中堂就没有再吃东西了。是，对，然后就让自己保持比较饿的状态。控肉饭吃最多的记录是吃几碗？记录保持人在旁边，6.5公斤。大胃王比赛分组进行，也有议员来挑战，五碗吃光光，不过时间比网红慢了一些。不能狼吞虎咽，也想吃控肉饭美食的，可以领便当。有着香喷喷的味道，队伍大排长龙，民众带回家慢慢吃，细嚼慢咽，更能享受美味。TBS 新闻陈志忠、吴淑萍彰化报道。